月居马微信小程序注册认证。通过微信扫一扫扫描月居马的葵花码，进入月居马首页。点击个人中心。点击登录，进入个人信息页面。填写个人基础信息。点击获取微信手机号，并在弹出页面内点击允许，完成微信绑定手机号码的匹配。勾选实名认证条款，并点击提交，完成注册并登录。即将打开微警认证小程序，勾选允许。再次核对个人信息，确认无误后，在微信提示下方，点击确认授权。按照屏幕指引进行认证。完成后屏幕显示已通过。通过月居马微信小程序注册认证后，扫描房间码或楼栋码进行申报居住登记。打开月居马小程序，点击扫一扫。途径一，直接扫房间码。途径二，会直接扫楼栋码。扫楼栋码后，需选择对应入住房间号。确认居住地址后，请选择居住处所类型。按照实际情况去选择居住事由。选择完毕后点击提交。提交后会显示入住，点击确认。申请入住成功后，待屋主或托管人确认。经屋主或托管人确认后，需将申报居住地址设为常住地，方可在183天后申领电子居住证。如何设为常住地，请返回主页。点击地址管理。选定常住地址，点击右下角更多。设为常住地址。如何添加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同住人？点击地址管理。点击新增成员。点击确认。按要求填写相应信息后点击提交。如何注销居住登记？点击地址管理。选择需要注销的房屋地址，点击更多。点击注销。点击确认。通过月居马微信小程序注册认证后，群众如何直接搜索地址申报居住登记？点击月居马。点击地址管理。点击新增。点击详细地址。选择居住镇区。搜索居住地址的关键字。如经搜索无申报人的居住地址信息，需待公安机关逐步将地址入库后再重新申报。勾选搜索到对应的居住地址。选择对应居住房间号后，点击确认。点击居住处所。选择居住处所类型后，点击确认。选择居住事由类型后，点击确认。点击保存。申请入住成功后，待屋主或托管人确认。经屋主或托管人确认后，需将申报居住地址设为常住地，方可在183天后申领电子居住证。如何设为常住地，请返回主页。点击地址管理。选定常住地址，点击右下角更多。设为常住地址。
如何添加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同住人？点击地址管理，点击新增成员，点击确认，按要求填写相应信息后点击提交。如何注销居住登记？点击地址管理，选择需要注销的房屋地址，点击更多，点击注销，点击确认。通过悦君马微信小程序注册认证后，屋主或托管人房屋申报流程。点击房屋管理，点击房屋信息，选择房屋的所属类型，点击新增。进入房屋申报后，点击申报类型，选择房屋申报类型，填写详细住址，或用右侧扫建筑物已张贴的楼栋码，选定整栋或单房屋的地址，填写信息。填写完毕后按确认，根据房屋地址详细填写，输入所需申报房屋地址的关键字，选择对应的房屋地址并勾选，点击右上角确认，核对信息后按确认。信息全部填写完成后按下一步，根据所需内容拍照并上传，上传成功后按提交。添加成功后代名辅警确认，代名辅警确认后，屋主或托管人如何添加房屋管理人？点击房屋管理，点击房屋信息，选择房屋的所属类型，选定需授权房屋、楼栋或单房屋、房间，点击更多，点击管理员，点击添加管理员，填写新增管理员个人信息，提交后代名辅警确认。屋主或托管人如何确认居住人员信息？点击房屋管理，点击居住人员，选择待确认，选定需确认的申报居住人员信息，点击更多，根据实际居住情况选择通过或不通过。屋主或托管人如何为居住人员换房或注销？点击房屋管理，点击居住人员，选定需换房居住人员信息，并点击更多。如需换房点换房，如已离开直接点注销。如需换房找到对应需要换的房间号，点击确认，换房成功。打开微信小程序，个人如何申领悦居码？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悦居码，或者微信扫一扫悦居码葵花码，点击悦居码，点击确认进行实名认证，根据提示填写信息后点击登录，点击允许进入微警认证，点击确认授权进行人脸识别认证，人脸识别认证后
截不完的龙，上传不完的截图。快点啊，没截龙的赶紧上传截图。有团体吗？能团的何必单干？这好比一个战队，我是队长，我创建团队并发出团队邀请，大爷下单中路辅助，接受邀请加入团队。团队组建成功后，截龙还需要吗？不需要。截图还需要吗？不需要。作为创建者和管理者，我只要点一点这里，团队成员的健康码、核酸情况和接种情况都会一目了然。加入团队，队长是不是就可以带飞了？哦，你错了，加入团队必须符合创建者设置的防疫要求，如绿码、核酸检测结果24小时、48小时、72小时或7天核酸阴性。如果你的核酸结果不符合设定的标准了，甚至出现了黄码、红码，我的管理页面将会出现异常的提醒，而你也将会收到提醒的信息。便捷、精准、高效，就是团体码的优势。面对病毒，团队协作才能够事半功倍。走，开团去吧。哦，对了，怎么建团？看我们南城发布的公众号，上边就有指引。睇呢两个人唔戴口罩，坐咁巴闭。就香港而家系扮嘢啊，扮弱者啊，扮可怜啊，系啊，扮可怜啊，系啊，我阿爸嚟，系啊，就有冇毒噶你啊？佢扮可怜，求阿 Sir 救佢啊，咁黐到閪咁。我喺度围得阿 Sir 冇閪求救啊，只閪咁。广州啊，好地地个礼拜四嚟翻人头。搞搞震你班閪狗你阿媽，訴求攞信啊嘛，柒頭攞白紙，
屌你老味想困啊！妈的閪佢攞白纸去扫头，做閪犬巴闭呢班柒头真系屌你老味真系做乜嘢啊？做乜鬼？睇咩？两个又唔戴口罩，蠢巴闭。喺全国各地爆发新冠肺炎之后，我哋呢一日再去翻上次买嘅清源批发市场。因为安全之前你话我还想在抖音上面在视频上面说的什么摆满动物的档口发表一下自己内心的看法发表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竹鼠狗嚟的铁笼都清空埋只是得回一条三年了在笼里面让我看得太多太多档找到有野生让我看透了太多太多让我看透了人心看透了资本但经过其中一档那阵看到了政府的无能类似野猪的动物有人嚟买嘢，但就那些全愤怒。等等嘅家禽近距离接触，更多的是无奈。见到佢哋有戴上口罩，更多的是死亡。虽然呢度好多铺头咧都已经闩晒门，这三年。咁但我哋上次喺呢度闻到嗰阵，你们为老百姓做的模式，排泄物嘅臭味咧都仲。请问这三年你们为老百姓做的模式？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4月8号解封，整整70楼梯。明显摆多咗垃圾桶，唔再武汉人配合你们，但卫生整整在家里关了70楼梯，算好好。现在马上快2023年了，叫人保这个武汉市现在相当于封闭的状态了，要回到2020年。家组组长这三年系喺接受，知道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吗？武汉肺炎病毒源头系野生动物，这三年知道我们是怎样过去的吗？我哋上次嚟嗰阵，见到几你们拿了金饭碗，拿了铁饭碗，在那里口口声声的要我们陪护，声称系野生捉翻嚟，要我们不计一切代价陪护你们。防疫嘅七，那最后分的结果是么子？强管理农贸市场，取缔违法售卖野生动物嘅行为。你们是要把我们比上绝楼，比上四楼？筛查，喺人流密集嘅地方，例如地铁站，安排人手为民众探热。不过我哋去啱啱开始嘅广州花市睇过，口口声声说人民至上，又特别加强防疫措施。口口声声说人民至上，少嚟行嘅一家大细，口口声声说人民当家作主，扮成卡通人物嘅佢，体现在哪一方面呢？都有啲啦，人多，但系都要嚟行。三年了，咁就戴个口罩。我们早就已失业了，应该系会加速咗佢嘅一个。谁知道我们生活的辛苦？所以就谁知道我们以后该如何支撑下去？就行下花街算。免费的核酸，机会嚟呢度买口罩，一盒60个 N95口罩，900蚊。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就是免费的。但呢班玩得咁开心嘅阿叔同阿姨就话冇惊过。都是打翻嚟嘅钱，有政府唔惊。什么叫免费？有政府唔惊，有政府。我们不需要这些免费的东西，真的。你放开吧，求求你了。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感染了新冠，感染了疫情。我不需要国家承担，我要这里承诺感染了疫情，我不需要国家承担，我自己把门锁上，再自己在屋里喝水，活得好就好，活不好我人民，行了吧？感染了疫情，我不给政府添乱，我不需要你们给我吃，我只求求你把我取客。他们妄称中国压迫14亿人。我也是14亿分之一，我的同事也是14亿分之一，我们在这儿的中国媒体的记者也是属于14亿人民。我们怎么没有感受到任何压迫？我们为什么觉得当今生活在中国特别的幸福、安全、自豪和骄傲？艰难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青年干部。全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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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大家要注意的是，现在在我们的群众当中有境外反华势力，在我们的周围。您这边请。没有八个字。我们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